形意拳五行刀，是形意拳老前辈们总结各家刀术技法，在综合提炼、归纳、实践和总结的情况下，总结出来了形意五行刀法。它以形意拳五行拳劈崩钻炮横的。 名字来命名的，以五行金木水火土为方法论而总结出来的五行刀法。形意五行刀法动作简单，劲力突出，快速稳定。它非常讲究功力。 形意五行刀法是民间传统五行刀法，在民间传统流行并不算很广，各家都密不外传。外边流传较多的是连环刀。下边我把五行刀法每一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形意刀，出式，以左手抱刀，左掌托住刀盘，刀背贴于左背，双腿立正，刀刃朝前。 两手向两侧，向头上举，在举到头顶上时，右手抓握刀柄，右脚向后退一步，两脚呈三体式。 右手下落，此式为五行刀各种刀法出式。刀尖高于鼻子尖起，刃朝下，左手呈掌，捕于右腕，步法。 与三体式同，右手高于小腹肌，紧接出式。 左足撤步，右手刀腕向上提，刀刃冲上。左脚向前进半步，刀向前推送。右脚向前上一大步，刀上举，贴背。 在右肩前，从右肩前向前劈拉回，这是右部劈刀，右部劈刀，左部劈刀与右部劈刀。 相同，右步撤，左手上提，然后右脚进步，进半步，
刀向前推送，左脚上步，刀顺右肩过背，左脚上步，刀向前劈。注意，劈刀，形意的劈刀有一个特点，不是直劈，而是劈完之后还有一个往后的拉，拉力，就这个，不但往前下劈，还有一个往后拉的动作，这是形意刀的一个显著的特点。劈刀转身，前脚向后扣步，刀向上托起，转身，右脚向前进半步，向前推送，与劈刀相同，再上步再劈，左右都一样。右步转身，右脚扣步，刀起，左脚向前上，往前推送，然后右脚再上再劈，这是劈刀转身。劈刀的收势，打至原地位置之后，呈劈刀，右脚向后撤步，右手内旋，右刀向后平扫，至头上，再放到左手，并步回来，再做一遍。右足向后撤，刀向后斩翻，经过头顶放于左手，右手回左手持刀柄往下并步下来，钻刀钻刀是由两个动作组成，缠脚提刀尖逆时针，逆时针转，然后提带，提带到头部与耳齐，上部向前下扎，上步向前下扎，以刀刃冲上，刀尖向下，反手下扎，高于膝齐，跟自己的膝盖差不多，拨开扎对方膝盖，这是反手下扎为钻，还有右脚上步，右手刀向上带裹裹，然后以反手手心冲上，刀尖高于头起，左手成掌扎出，这个主要是刺激对方的扎对方的面部，以刀刃冲上，钻刀都是
以刀刃向前、向上为钻，关键是缠带脚缠往前扎，这个是裹往前扎。这个右手高度与胸鳍、刀尖与头鳍。 劈刀，钻刀的转身，钻刀的转身，左脚上一步，扣步落地，右手刀自上向后翻身，转身劈出，然后再接钻刀就行了。 注意，上步要快，上步要快，啪，啪，心里走，打出去。这是钻刀，钻刀的收势，右脚退步，右手跟劈刀相同，打出，回来。 钻刀、崩刀，崩刀的出势与劈钻相同，右脚。 向前上一大步，右手刀同时由前向右，以刀刃以内旋刀刃向后带，带到右侧，左脚上步，右手内旋，以刀背向上，刀刃向下。 与脚同时向前扎出，高于胸鳍，高于胸鳍。这是左步崩刀，左脚向前进半步，右手刀由前向左，向左带，然后右脚。 向前上一大步，右手与胸鳍随上步的同时向前扎出，力达刀尖。这是崩刀，左右相同，练习不已。崩刀的转身，崩刀的转身，左脚扣步。 右手刀内旋，使刀刃朝外，然后转身面对来时方向，两手分开，也就是右手刀向右抡平，两手抡平，同时右脚。 横脚提起抬起向前蹬出，向前落，右手刀抡完以后，手雕把从头上向前劈出，成楔步。这个动作，崩刀的转身动作，按照形意拳的名称叫。 和崩拳的名称相同，狸猫到上树，扣步，劈，横斩，蹬出，往前劈出，然后下边再接左右崩刀。
绷刀打回原地之后，收势，右脚向后，退一步，刀向右平展，然后翻转，从头上交到左手，然后两腿并拢。 再一收势，绷刀第二种练法，一种挂绷，上步，刀向后挂，右脚上步向前扎，挂，扎，挂绷，关键就是一个坐腕，坐腕，手，坐腕往后，使刀背向伸。 然后，提手向上提，前刀尖向前下落，与胸鳍随步上步向前扎出。扎出时要力达刀尖，力达刀尖，力达，炮刀。 炮刀出世与劈刀出世相同。右手刀，刀把向上提，撤步，左脚随着撤步，然后右手刀，左脚向左斜前方上步。 右手刀从身体右侧向前向上撩出，刀刃向上，右手撩出和左脚上步要同时，动作不停，右手松腕。 握把要前把，松腕，刀自下，自下绕一弧，绕一圆周，右脚向前上步，斜砍，斜砍。 刀尖高于肩脐。注意，斜砍的时候，由前向下要拉，有一个不但有劈，而且还有拉的动作。 头顶目视，目视刀尖前方，右脚撤步，右手刀柄向上提，右脚向右前方上步，刀自身左方，提左侧，顺右脚前方。 撩出刀刃向上，高于胸鳍，右手高于头鳍，豁挑撩，然后不停，右手刀挂，以刀背挂，向前举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右手刀。 向斜下劈砍，劈砍，目视刀尖前方。
这是炮刀。炮刀的转身，炮刀的转身，右脚尖扣步，右脚尖扣步，右手提托，左脚并拢，转身，右手刀画弧，左脚向斜前方上步，刀撩出，这是转身。下边动作与炮刀相同，再做一遍，扣步走，下边都相同了。炮刀的收势，不论打到右脚在前还是左脚在前都没关系，注意，如果右脚在前，右脚向后撤一步，右手刀向右横展，翻腕，再回身，从头顶交刀，收势，炮刀。如果是左脚在前，右脚撤一步，相同。横刀，横刀是向左右横斩。左脚向前进半步，以刀的前半步向右拨，向后匀，右脚向右斜前方上一大步，刀向右横斩，靠腰力横斩，刀手与肩平，刀尖儿略高于肩，右脚向前上半步，刀向左拨，向后匀，左脚向左斜前方上一大步，同时刀向左横斩，抡斩，刀柄略低于肩，刀尖儿高于肩，头顶目视前方，这是横刀，左右横刀有一个云波和横抡斩，注意要发挥腰的力量。刀横斩之后，也有一个腰的向后坐，向后坐，这个劲儿，向后坐的这个拉的劲儿，这是形意刀的一个特点。横刀的转身，前脚扣步，转身，刀随身转而匀拨，左脚上步，横砍，左右相同，扣步。左右相同，
两手可以双手握，也可以单手用左手捕于右腕。这个横刀打回原地之后，收势，右脚退步。 右手刀横展、翻转、交刀、并步、立刀。五行连环刀，五行连环刀是民间传统套路，它把五行刀法。 出势，面向练刀方向，45度角，两手侧平举。 不停，至头顶交刀。右脚向后退一步，右手握刀柄，刀要贴于背，右手向前劈。 向后拉回，重心大步移向右脚，成三体式步行，上步劈刀。 左脚向后撤半步，右手刀向上提，带刀尖与胸起。左脚向前上步的同时，刀向前向下推。 右脚向前上步的同时，刀经伸左肩外侧，此时注意，右手把要松握，使刀背过左肩贴背至右肩上方。右脚向前上步的同时，右手刀。 向前劈，向回拉拽。
上步崩刀。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刀向后挂，要坐腕。右脚向前上一大步，右手先向上提，向前扎出，高于胸起。注意坐霸的时候要满霸，坐霸。下一式，右步钻刀，左脚向后退一步，同时刀尖儿要画一小弧，右手内旋。右手刀柄向上提，带身形，左右脚后撤，右脚后撤，右脚动作不停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刀尖儿向前向下扎出，同时左手向头部左上方。下一式，左下挂抡皮刀，左脚向右脚前上一步，同时刀向左挂，向左挂，左手向右腋下插。右手方腕内旋，方腕使刀刃冲上，右脚向前上一大步，左脚跟进，同时右手刀向前劈落，左手向上停于头部左上方，目视刀尖前方，刀尖高于胸起。下一式，提膝推错刀，右脚向前上半步，右手刀横，右手刀横，重心移向右脚，左腿提膝，同时右手刀以刀刃向前，向前推出。下一式，回身藏刀。刀经身向上，然后拉回，使刀身贴于右腿外侧，左掌向前推出，两腿呈三体式步行，回身藏刀。下一式，上步崩刀，左脚向前进半步，
刀向前，由下前下方向上挂，坐腕满把坐腕，手腕往下松沉，坐腕挂刀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左脚跟进，右手刀先提起来，向前扎出。下意识翻身提起劈刀，右脚扣步，左手向上向下画弧，右手外旋，以刀刃冲上，重心移向右脚，右手刀向前劈，左手向下，同时提膝，同时提膝，扣步，两手要注意，两手要配合协调，提膝和刀劈下，右手左手向头左方左上方震，同时身形微向前探，刀尖儿和刀柄，刀柄要低于刀尖儿，劈。下意识上步右炮刀，右炮刀紧接提起劈刀，左脚向前横落，右手拖刀，刀不停自身左侧向上画弧，右脚向右斜前方上步，刀自身左侧向前向上撩出，刀尖儿高于胸鳍，左手扶于右腕部，使刀刃冲上，炮刀一定要注意，以腰带肩，以肩带肘，带手而带着刀。行也刀有一个特点，无论劈刀还是撩刀还是横刀，都有身子的拉，不但是撩，还有一个拉。下意识上步抡砍，上步抡砍，紧接右撩刀，手腕注意，右手抓握刀柄，小指和无名指在做下一动作的时候稍微要松一下，然后右手刀刀尖从下从前向下抡，然后斜着向前下方砍下去，同时左脚上步，注意他的劲力，右手要有一个向上的绕一个小弧，不是光平腕的，而是过来以后绕这么一个小弧劈，靠腰力打出，
下一式，右横刀。 左脚向前进半步，同时刀向右拨向左匀，然后右脚上一大步的时候，刀向右横抡展，方向与脚尖所指的方向相同，靠腰力。 两臂都要保持一顶弯曲，要把腰力这一下的时候要发挥出来。下一式，左横刀。 右脚向前进半步，同时刀向左拨匀，左脚向前向左斜前方上一步，右脚跟进，同时刀以刃儿向左横抡横展。 刀柄与胸略高于胸，刀尖略高于肩，目视刀尖前方，臀部向下松坠，头向上顶。下一动作，右步钻刀。 左脚向前进半步，同时刀尖画逆时针，画一小弧，向由下向上提起，提带。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同时向前扎出，以刀尖向前扎出，刀刃向外。 扎出，高于七起，右臂弯曲。这是右步钻刀，注意画一个弧，刀尖画弧，扎出，刀扎出和右脚进步落地要同时。 下一式是左步钻刀，右脚向前进半步，左手扶于右腕，右手刀。 向上，向右带，向右带，身形微向右转，向右带，左脚向左斜前方上步，右手刀裹拧，使刀刃冲上，刀尖向前扎出，同时。 左手在头部左上方成长，这是左步钻刀，刀尖高于头起。
下一动作是狸猫上树，左脚向前进半步，两手。 右手刀翻转，绕弧翻转，然后两手分开，分平分刀，左手向左，右手向右，以刀刃向外分开，同时右脚提起，蹬出。 右手刀不停，手腕要活不停，扬背，使刀背贴后贴住右肩，然后从头上向前向下劈落。 下一动作是上步崩刀，右脚向前进半步，右手刀由前。 向后内旋拉刀，使刀刃向斜上方，左手扶于右腕，左脚向前上一大步，右手内旋，以刀尖向前，同时跟进扎出，力达刀尖。 右手刀要走一个圆弧，向前的椭圆弧的圆状，扎出。上步拉带裹，使刀尖向前。上步扎出，高于胸起。 下一式是狸猫倒上树，也就是转身，左脚扣步，右手刀。 内旋，转身，面向来时方向，右手刀向右，左手向左平分，横砍，同时右脚提膝，脚尖向外，横蹬出。 向前落地，右手把法要活，以拇指、食指和中指以前把，然后右手向头上举，左手扶于右腕，随右脚落地的同时，身形向下坐，呈楔步，刀。 向前劈下，这个名字叫狸猫倒上树，也就是崩刀的转身。扣步注意，幅度要大。扣步的时候，
左脚要扣于右脚尖外侧，然后右脚提起，以脚尖外掰，横脚蹬出，横脚蹬出。 下一式是上步崩刀，右脚上半步，右手刀向后带。 同时内旋，然后再外旋，左脚上步，右手刀扎出，跟刚才进步崩刀上步崩刀动作相同。以下动作，以下的动作再接前面和前面动作都相同，然后。 再重复一遍。到原地之后，到起势位置之后，还打一个狸猫到上束，再打一个崩刀，上步崩刀，然后收势。收势与崩刀收势相同，右脚撤一步，向上盖。 交到左手，重心右移，并步，收势。